Hello， 大家好，我是十月。不知火舞作为格斗游戏史上首位有波动效果的女性角色，她的出现在业界可谓一时激起千层浪。注意到女性角色背后巨大商业潜力的各大格斗游戏厂商，于是纷纷出手打造属于自家的不知火舞。十月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这位二次元女神，便是有着未来版不知火舞美称的外星美少女格斗家林奇西亚。林奇西亚初登场于1995年由 Technos 制作 SNK 发行的街机格斗游戏《超人学院钢帝王》。在这款以大灾变之后的近未来世界为舞台的游戏中，隶属于太空联邦第78警署第3部队的林奇西亚奉命被派往太阳系，对此咒域内的原住民的生态和文明水平进行调查，并负责保护这一咒域内原住民的安全。由于在他所居住的星球，人们都以数字编号作为身份标识，因此林奇西亚这个名字其实是他在地球上生活所使用的化名，灵感来自他到地球后所吃的第一种食物灵奇哈密瓜面包。在游戏的剧情中，由于有资料显示超人学院伯纳德高校的校长王继兵是 S 级宇宙罪犯，于是林奇西亚便以学生的身份进入超人学院伯纳德高校进行调查。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林奇西亚所居住的星球立法与地球有所不同，不过依据地球立法推算，他其实也才只有17岁。与我们印象中的卧底调查员不同，一进入超人学院伯纳德高校，林奇西亚便凭借出众的容貌、高挑的身材以及优秀的唱跳球功底，一跃成为拥有超高人气的校园偶像，甚至还推出了自己的 CD 专辑。这也是为什么他的主场战斗舞台会布置的仿佛演唱会一般的华丽，与游戏中那些在开场会进行变身或解放自身特殊能力的角色有所不同。林奇西亚的变身其实称为变装更加贴切，因为身为外星人的林奇西亚虽然肉体强度要强于地球人，但战斗能力主要还是源自作为同伴的球形机器人球仔。依靠球仔的能量和立场，林奇西亚可以在战斗中释放出各种威力强大且演出华丽的必杀技和超必杀技。顺便说一句，球仔除了拥有强大的战斗能力外，还拥有非常丰富的知识储备和信息检索能力，在生活上可以说是林奇西亚贴身管家般的可靠存在。在游戏的结局中，击败王骑兵的林奇西亚因为喜欢上了地球的娱乐文化而选择了留在地球，结果导致上司不得不派遣林奇西亚的同僚罗莎莉前往地球查看林奇西亚的状况。从二人见面后的反应来看，二人应该是竞争对手关系。听说罗莎莉打算借机接管自己管辖的区域，林奇西亚当即向其发起了决斗挑战。于是二人来到了 KTV， 在 KTV 中用歌声展开了至死方休的对决。在游戏改编的同名动画中，林奇西亚一见到转校生紫红境界，就被紫红境界身上的神秘感所吸引。而他在浴室思考有关紫红境界的问题时的这段画面，更是观赏性拉满，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的存在。其视觉冲击力，即便拿来与春丽在《街霸二》剧场版动画中的淋浴片段相比，也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车速有点快了，说回正题，剧情中后期，林奇西亚帮助公碧罗劝阻了执意要在白天公开破坏王骑兵结界的紫红境界。之后从紫红境界那里了解了王骑兵的真面目与目的后，林奇西亚加入到了讨伐王骑兵的队伍中，并在最终决战前使用自己的超必杀技三角射线，帮助紫红境界打破了普通攻击无法击破的结界大门，避免了紫红境界的杀手锏提前暴露。话说林奇西亚这一摔才是高叉战斗服摔倒后应有的效果。之后林奇西亚因为撞击的冲击而昏迷，紫红境界将他留在了结界外，交由公皮罗照顾。后来恢复意识的林奇西亚再次加入战斗，救下了被杂兵大军围攻的孙华玲，并和华玲一起拖住了杂兵大军，为凯作永人和紫红境界击败王骑兵创造了机会。最终战结束，以为紫红境界未能及时从倒塌的建筑中逃出的林奇西亚因此伤心不已，但在转身看到平安无事的紫红境界的一瞬间，无法掩饰心中波动的林奇西亚汹涌地奔向了紫红境界。从此时已经完成复仇的紫红境界的回应来看，两人的感情应该已是水到渠成。接下来再说说那些关于林奇西亚你可能知道或不知道的冷知识。林奇西亚和球仔的角色设计灵感来自日本特摄片《幸运假面机器人》。在这部特摄片中，身为外星人的主角为了完成毕业作品而访问地球，在对地球的生态和人文进行观察期间，为了保护受到邪恶势力欺负的小孩子，主角变身为幸运假面机器人，和自己的棒球型机器人伙伴球仔一同开启了与邪恶犯罪组织战斗的冒险之旅。喜欢假面骑士系列的朋友是不是觉得主角的造型看起来很眼熟？没错，因为幸运假面机器人的原作者正是假面骑士系列之父石森章太郎。说回正题，由于负责本作人设的大张正己也曾担任过 SNK 旗下著名格斗游戏《饿狼传说》系列 OVA 动画版的人设，因此林奇西亚在外形和服饰上都与 OVA 动画版的不知火舞有着极高的相似度，于是便也就有了未来版不知火舞的称号。需要说明的是，在大张正己的另外一部名作《天使之刃》中也有一位名
名叫林基西亚的角色，但二者除了名字相同之外没有任何关联，只能算是大张正己在作品中设置的一个小彩蛋。除此之外，林基西亚还是超人学院钢帝王这部作品中唯一有过跨作品客串的角色。在 Technos 另外一款格斗游戏双截龙格斗中，林基西亚会以赛车女郎的身份在忍者阿蒙的结局中出现。虽然在这个画面中林基西亚并没有露脸，但从球仔和那标志性的高叉演出服无疑可以确定就是林基西亚。好了，以上就是本期二次元女神志的全部内容了。大家想在下期视频中看到哪位喜欢的动漫游戏女性角色，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喜欢这个系列的朋友别忘了关注加一键三连，咱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